Hello，今天我们吃的南餐拌粉还有把子肉，先来个超大的韭菜盒子。超厚的把子肉，这个肉真的好香啊。今天真的很饿，好香啊！我饿的时候，觉得自己都能炫下一头牛。
哇，这个好酸啊！哇，一下把我给酸清醒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